是唐小福。之前你见过的那个表嫂，出了事之后就一直在医院。昨天晚上，医生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。那现在呢？人怎么样？现在的情况也不乐观。她是因为订婚宴留下来的，却出了意外，到现在也没有脱离危险。今天，娘家的人也都来了，闹得是不可开交。刚刚警察来，也是因为唐家的人报了案，说有人要害他，所以，母亲权衡了半天，想要取消订婚宴。对不起，二十姨。我好像一直在说抱歉啊，对不起啊，搞得自己跟个骗子一样。除了这种事，确实没法再办喜事了。我爸妈那边其实都好说，主要是为了我们订婚，爷爷奶奶被接来镇江了，还有叔叔婶婶，我怕他们不高兴。明天我回家一趟，解释清楚。被取消订婚该是我不高兴，你应该先想想怎么哄我，而不是先道歉。哄你啊？嗯。你教我。周深老师，你还要我教啊？我觉得用吧，无论我尝试多少种方法，都不一定能100%让你开心，但你提出来的反而是最有效的。昨天晚上我一晚没睡着，你真的一夜到天明？如果我说实话，你真的会开心啊？嗯。一夜未眠，直到天明。